第二个其实是人类行为模式，这东西会影响到我们对 3D 的接受度。那我先讲成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台呢，它其实是最好的可视距离大概是1公尺半。对，因为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安排它辅助的效果。那我们讲技术层面哦，就是传统的 3D， 你们看到说大部分会感到头晕。现在其实今世界纪录。